有一些就是之前有过的那种，就是像小动物一样的，它变成人形的那个感觉还是有点像狐狸的那个感觉。OK， 挺好的，这身很像。打戏还蛮多的，他在房间有打戏，身上有打戏，他俩有的时候也有打戏。他的武器都是剑，我拿剑特别软，我拿剑还可以拿剑的，这种还是这样。你拿剑方法有点错，拿剑一般都是原始剑的，跟拿刀砍刀是有区别。一般拿剑都是这样子，这样子。一般都是这样子，因为你耍剑花，你看你都得靠这个，你看这样的。然后当时我这一下就闪到了，太可怕了，这是人生第一次，就是起床要靠别人帮忙的那种，就是用剑的这些戏真的还挺难的，我希望我下次能够选自由搏击。来，所有的都过来了，我可能是表演。